恕卑职不能从命，保护好太子殿下。 这就去四处看一下，是否有同伙？你们这群废物！怎么办？顺水流到下游去。 太子殿下，我等刚刚又制服两个刺客，还请殿下速速随我们回去。这个地方不安全，刺客随时有可能第二次偷袭。张鹏鹏，张鹏鹏，你是喜欢温润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的？ 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呢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谁。我和老九，谁更讨你们的欢心？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 把这条河给我收编了。是。别跟着我，你们去那边搜，我往那边搜。是。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张鹏鹏，你的命是我的。 不准死！我不准你死！让你的眼波再次泛起漩涡，让我太无可奈何，让我坚持。